YouTuber 团体这群人成军至今已有13年，凭借幽默风格深受喜爱。不料队长展荣于8月宣布，明年开始频道将会停更，消息震惊不少网友。近日成员应声登上综艺节目时，曝光了停更背后的原因。他表示，频道经营了13年，订阅人数突破300万，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。加上每位成员都有众多业务在身，比较难配合时间拍片，每个人也决定跳出舒适圈，发掘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。此外，应声也透露，后期将会走制作公司路线，因此频道虽然会停更，但公司旗下20多位员工仍会持续接案拍摄，坦言大家都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他也强调，频道停更的原因绝对不是外界所谣传的收入分配不均，要是真的有这个问题，早在10几年前就爆发了，不会等到现在呢。Bye.